韩国瑜造势晚会，从七期豪宅往下看，同样令人震撼。一开始环拍现场人潮，韩粉一路爆满，延伸到周边街道。神力女超人许淑华带动韩粉大喊口号的声音也十分清晰，声势浩大，比拟主会场。韩国瑜进场，从高空往下看，夜晚灯光效果壮观的手机海，配合韩粉激昂的喊话，气氛来到最高潮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将近二十万韩粉一起挥舞国旗，再次展现惊人气势。周围豪宅更是利用地利之便，早早挂起国旗。豪宅上面呢，有韩粉的已经立起这个国旗，他们打算如果说挤不进来的话呢，决定就在这个豪宅上面呢来看韩国瑜的致辞。韩国瑜台中造势晚会原本不被看好，频频被黑人数不如花莲场，但不管从空拍画面看或提起豪宅的视角，都强烈感受到韩粉们的热情。二十万人齐声挺韩，一点也不输其他场。记者徐文宪、云珍台中采访报道。